Hello，大家好。不好意思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燕呐、啊。很久没有拍实况了。最近阿燕都在忙课业啊，就是都在玩单机游戏啊。刚好今天玩的是《奇貌与砍杀》，然后 mod 是大明远征军。那我难度是91%。那现在超好玩的就是，我有一大堆大明基督洋枪队，还有一些就是很多火器的火器队伍。然后好笑的是，你看 NPC 都站在那边不知道干嘛。他们可能是射不到啊，然后你看啊、哦，人家射嘛，然后好玩的是，我觉得很帅，大家看啊、哦，你看整个玩虐，哎，他们怎么突然动了？过来，全部有没有？帅爆了！你看他们现在不见了，等他们过来，等他们过来。在哪里啊？让我看一下。然后我有分射手，然后还有一些骑兵。他们在哪里？看我，看我，看我。你看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来。好，超帅的。然后我最怕的就是毛利裴洛玉队，那个很恐怖，因为他们会掷那个类似手榴弹的东西，所以就是很恶心，就是他们就会造成群体大量伤害。那这个在守城来讲是非常有用的，因为可以阻挡很多那个。用80几个人抵挡了大概300多人，就是因为有那个子弹队，然后还有一大堆这种情况的火器队。好，那今天实况就到此结束。那么，喜欢影片就按个喜欢或者是订阅吧，可能比较少在拍影片的啦，对吧、啊？那么就到这里结束喽。好，各位，拜拜。